到清，篮板卡西亚，前面的三打一，蔡文成再交给托成，最近的卡西亚。所以说今天的打击交下去，向中线再拉出来，中距离的出手，篮板在卡西亚身上，这个没办法，因为麦克林已经完全被吸去拔起来挑战篮筐了。转身起来之后空了、啊、这个没办法，而且这明明是一个投袋战术，绕已经过去，但他现在很清楚直接转身了、啊、快攻啊，反正来到了第三节他已经打不出这样的一波攻势了。来自这边萨卡西亚绕过了麦克林之后来到篮子下的另一分差，当时绕过卡西亚挑战麦克林，哇这个幅度够高，但是球没进，另外爆头了，是张中线配过来卡西亚啊，今天还是有机会把分数给拉回来。第三节的最后一分五十五秒，张博威，卡西亚在罚球线附近的中距离出手有了，插板定到心了。这个本土球员啊，今天真的是瞎盖了。哇，卡西亚直接一个人来，刚刚没进的分数，现在一个人收回来了。对，今天命中率呢真的是欠佳，是再来一次啊！郭少杰在今天呢、啊。进攻上面虽然没有很亮眼，但是在协助争抢篮板上面是贡献的犀利啊！是，卡西亚现在终于赶头了。刚刚那一球没有限制的麦克林在内线的威胁之后啊，整体的效果其实让达兴这场比赛在第二。